今天吃一袋面九个蛋啊，我都好久没吃了，不知道能不能吃进去，能不能给我个双击啊。这天太冷了，看看我们家这下的雪。哎，我把头发搂起来啊，这头发太嗨湿了。鸡蛋好像冻上了。自己录的，这支架倒了，风给刮倒了，还有一个蛋，好久没吃了，我感觉我这吞咽功能都下降了，吞不进去了。这不算成功，不成功也能不能给我个双击呀？谢谢了啊。